其实你可以找我讨论的，随时。 早啊，倩倩。嗯，早。好啊。它不够大，然后颜色是不是该改一下？改的稍微再浅一点。嗯，可以啊，那你就跟厂家说，重新再做一把。好，那我把这羽裳一起整理一下，给他们吧。嗯，那我再看看其他的。我觉得这个发饰也差一点。对，你看这个。整体这个还不行。 你看下一张，整体也有东方元素。顾寻平时那么冷的一个人，能让你住他家，还做你司机，之前还帮你抓过坏人，不是喜欢你是什么？千灵，嗯。 之前说的差不多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好，嗯。刚才和素正聊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哦，刚素正跟我说展会上人形立牌的事儿，我觉得还挺有用的。 其实你可以找我讨论的，随时。